如果你是个小姐姐，恰好你没有男朋友，又恰好你想养一只狗狗保护你，那你会养什么狗？杜宾、卡斯罗还是罗威纳？是不是一听保护两个字就只能想到护卫犬三剑客？他们三兄弟护卫能力确实没得说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隔壁邻居的感受？所以我来分享三种真正适合城市饲养的新晋护卫犬，非常合理。第一个就是迷你牛头梗，必须要强调迷你两个字。看过我牛头梗视频的都知道它的凶悍，能三秒干掉一只德牧，但是迷你牛头梗却是一只极其友好温顺的狗狗，那它凭什么能做护卫犬呢？就凭它唬人的长相，小姐姐带它出门，如果遇到邻居害怕，你就告诉它这是红雷哥，邻居的恐惧心理瞬间就会消失。当遇到坏人时，你就对坏人说这是刘华强附体狗，你敢过来后果自负，坏人大概率都能被吓跑，毕竟除了那个卖瓜的，还有谁敢跟刘华强硬刚呢？第二个就是奥牧，奥牧在国内属于小众犬种，它长得和边牧非常像，有多像呢？大概就是改造前后的罗杰斯队长，显然奥牧是改造后的样子，奥牧相比边牧更加沉稳，边牧能做到的基本奥牧都能做到，而且当主人有危险时，它是真上去干，一点都不含糊，绝对是个集颜值与温柔于一体的靠谱保镖。如果非要找一个它的缺点，可能就是在正规犬舍需要花四五个卧槽才能买到它。提问：一个卧槽等于多少钱？第三个就是德牧，作为我国最早拥有正式编制的军犬，德牧其实不用过多介绍，它也是全世界都公认的最佳工作犬，没有之一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的训练性和可靠性。而且当小姐姐养了德牧之后，就能明白什么叫黑脸大汉的柔情似水。不信你去看看德牧龙哥，视频里的龙哥把龙妈都宠上天了。那有人就要问了，德牧这么大个，邻居害怕怎么办？那这邻居指定不知道全网第一德牧糯米，你就把糯米的视频怼到他脸上，刷上十条糯米的视频，我相信他也会爱上德牧，所以问题不大。我是 PT 新爹，有问题评论区艾特我 ，respect。